七夕的花居然是完美日记送的，真假？很精致哦，小香香，从这里弹开，咚，给你们看一下哦，噔噔噔噔，五星花花。注意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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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？哇，我的名字耶！那么就由我来试一下这只刻了我名字的04号。哦，这么容易哦！想起来了，这只说是周公子同款的嘛，周迅用的就是这个色。嗨，我之前试的02你们买了吗？也好看的，很浓郁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色就是要厚涂。你看周迅他就是厚涂，贼有味道，贼适合我的发型。哦，贼显白。下唇是厚涂，是不是很复古？我觉得他们家请周迅真的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。你看嘛，厚涂味道一下出来了，真的要厚涂，这个色一定要厚涂。有没有一点高迅的味道？哇！真的有一点那种风情万种的味道，尤其是这样这个角度，配到那种朦朦胧胧的音乐，又在自我陶醉了。如果你的女朋友很喜欢花，你可以送这个玫瑰花系列。如果你的女朋友是个小吃货，你也可以送这个，你给她说这个是五花肉限定，肥牛限定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有没有每天跟高老师学一个爱情小技巧？